都是平平的，还 OK OK。来了，有点冷，所以头部保暖很重要。重要，超重要的。耶！加油！耶！耶！要到分钟了，超强，小队友。暖哦，11度吗？对啊，还超冷的，所以一定要戴手套。上次合欢被冷到哭，好冷哦！7:45，我们要现在要去宜兰南峰，宜兰南峰，走，好冷。挑战，可是爬山不是开心吗？蛮挑战自己哦。那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能力，没有时间，所以才能单攻啊。原来是这样子，又自己圆场。刚刚才说挑战而已，对啊，这样对吗？他刚才呛依林说，对啊，又呛我爬不成，所以你比一般人都还厉害了。我知道啊，看我爬得掉啦。那刚刚抖，现在抖上什么意思？我要跟你一样而已啊。我想我那时哭不出来 ，Oh my god！ 我一直以为来单工是快快乐乐的，我今天抓错了，原来单工是来挑战自己的 ，Oh my god！ 我在有限的时间下，只能这么做。大哥很快乐，你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。喝一下水嘛。不要停太久，队友。这样能喝水吗？奇怪，是口渴了也不让我喝。就追不到啊！白墙一片，白墙一片，我怎么辛苦？6.5小时走了快19K 了，对，赞！因为我们现在要去南华山喽，1.4K 来回3公里吗？2.8，上升高度只要100公尺，轻轻松松，等下解决它。我又会被网友攻击了啦。小时拿下，那没下雨就不错啦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没想就是这样，一个进步。那今天的成就，耶耶，回到天池了。我们在12点整之前呢，攻了2座，奇来南峰、南华山，耶！没有
金手机。耶、yeah! yeah! ！想三刷吗？我不要了。耶、yeah! yeah! ！单攻单攻。Yeah! 什么？我说，如果你们有没有在身上煮过东西？他说什么？没。就是说这些，还有九公里，几个小时要爬？两个半，剩九公里，抽筋呢、啊？哪里抽筋？脚后面啊，这里两条，蛮痛的。还是就是施力不当哦、啊，就是这样。走太久了啦。啊，只是我的髋在痛啊，痛不痛就变成抽筋了，体力已经耗尽了。休息一下，现在剩4.5公里，已经走到了两次。现在呈现一个连笑都笑不出来的状态，现在正在放，已经放弃了，放弃沟通了，必须要赶快离开。情人难还，13小时，灯笼成功。